欢迎收看，我是叶峰。上期节目详细阐述了马来西亚二家新政细节的弊端和令人失望之处。有人说这是面对全球的，又不是面对你中国一个地方。但令人无法绕开的事实是，目前在大马境内停留的活跃二家持有者一半是中国人，这是有大马官方数据调查的，所以咱们不用拿文字抬杠，还是需要更务实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有希望了解二家新政的朋友可以翻看我前面一期视频。今天这期呢，说说既然如此还有没有别的出路这件事儿。首先说一个大马人尽皆知但很多中国同胞都不了解的概念，就是大马有很多独立州和独立的皇室。我们惯常说的第二家园指的是联邦政府制定的条例，大部分范围在西马，包含首都吉隆坡在内的核心商圈，但在东马的沙捞越和沙巴，以及柔佛州的伊斯干达经济特区，还有不同于联邦二家的独立二家政策可以参考。所谓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说的就是柔佛州皇室的新王，现在轮到他成为大马国王，那么势必会在政策制定上倾向自己的州。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隶属柔佛州，包含新山市在内的很大一片区域，名字太长，后面暂时简称特区二家。上期节目系统介绍了铂金、黄金和白银组的分别立项结构，这次呢就不多说了，只拿最低档位的白银组来与之做比较。特区二家的几个要点是：50岁以上定存6.5万美金，49岁以下定存3.2万美金，比白银组的15万美金少了一半还多，也需要购买当地房产，房产价值暂时没有明确，我猜测应该在60万到100万令吉之间，因为特区二家的定性目前来看需要比联邦二家更有价格优势，同时又比东马开出的条件略高，才符合自己介于他们之间的竞争力。不过这里请留心，原话是购买新屋，我的解读是特区二家不能购买二手房，必须是新楼盘。那么以关口的富丽公主湾为例，目前二期竣工正在验收，新房和转售的价格有明显不同，大约有30%的差价，那就意味着如果你为了二家买了新屋，转售的时候有可能会低于这个价值。当然早期中国同胞们买富丽和森林城市的时候，中国的中介公司虚高拉价也是原因之一。疫情之后中方销售撤退，如果你能够在特区内找到报价水分低的楼盘，无论是公寓还是排屋别墅，只要是新房都符合二家条件。但这种实惠只能你亲自来了以后找当地大马人的销售公司去谈价格，隔空报价是一定有虚头的。好在这种操作在二家签证批复之后再买也来得及，所以并不必着急。这里有一点要留意的是，伊斯干达经济特区包含但不仅限于森林城市，并不存在强迫非要买森林城市的情况。和联邦二家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主申请人需要每年累计住够90天，5年一更新，费用300令吉，比白银组的1500更低，但最好选择居住在自己二家的批复地。我目前不了解上层怎么控制必须住在当地，但如果你跨到别的二家法令辖区内的居住时间想来是不会被计算在内的，那么更新签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风险。以上说的联邦和特区二家的定存都是美金，美金定存在大马的银行目前能够做到5到6个点的年利率，相较于此前我2个点多一点的令吉定存，回报还是挺不错的。二者同样的不能打工或者开公司，之前评论区有人说可以在二家之外申请，但这种只是说说而已，成功概率并不高。如果你真能申请到在大马经商，直接就是工签了，还申请什么二家呢？再说沙捞越和沙巴属于东马，环境优美，人口稀少，旅游胜地。沙捞越要求夫妻每人15万令吉的定存，之所以分开要求是因为允许单人独自申请，若是夫妻申请的话就可以带全家了。房屋购买在21到49岁之前是硬性要求，房产价值古晋60万令吉以上，古晋以外50万令吉，但50岁以上申请人不受限制。而且法令原文在这句话之后用了或者这个词，或者带子女在当地就读，或者需要有常年住院治疗的疾病。那我的理解，如果符合后面两项的话，可以不用必须购买房屋了，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懂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指正。主申请人居住时长是30天，大大低于联邦二家。至于沙巴，大体和沙捞越政策相似，
定存为20万令吉，房屋购买底线60万令吉，居住限制30天，且5年后可以出售房产。这个表格我做的简单粗暴，第一次用，做好不会保存，屏幕截图又被干扰，所以对着屏幕胡乱拍了一张。更细节的条例建议您在感兴趣之后最好针对性去了解一下，因为想要了解信息类的很多 YouTuber 都会分享。我视频的重点在个人的看法和分析，所以接下来谈谈自己的想法。首先，特区的优势是柔佛州皇室称王，对自己的地盘会有很多好处和倾向。马哈迪当政期间出了名的和柔佛皇室不和，处处打击，主攻方向就是森林城市，加上疫情等别的各种因素，森林城市如今的没落几乎是个必然。但现在新的上层好像是希望救活森林城市，可体量太大，能容纳70万个家庭的一座城是个什么概念呢？假设都是三口之家，住满这里需要200多万人口，占马来西亚全国总人口的1/6。去年之前的销售总量只有5%，今后会有政策大力扶持想要复苏森林城市。但在我看来，要么活得精彩，要么死得透透的，不存在半死不活的中间路线。眼看联邦二家收紧，好像也是为了把人往森林城市赶的意思，但这个险到底值不值得冒，还请诸君深思熟虑。关于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隶属柔佛州，我们可以联想香港对面的深圳特区，他们同样是紧贴新加坡关口划分的区域，意图很明显，依托新加坡振兴柔佛州经济。这里华人比例大，教育资源稳定，和新加坡有很多生活上的互动，也形成了一定的繁华区域，就相当于当初的深圳湾口岸一样，只要房产选择得当也是一条出路，可以全家住在特区，将来不住了也可以委托房屋出租。目前我所知道的关口公寓租售比在3到4个点，不算高，后面会不会增高要拭目以待，但我可不是中介，不要给我发邮件询问相关信息或者让我推荐，我谁也不认识。至于东马的2个选项，沙捞越和沙巴则是另外一番光景。首先，东马民风淳朴，治安良好，人口密度不大，生活非常悠闲，很适合真的想来养老的人。教育资源4平8稳，不会太卷也没太差，想带孩子短期过渡，然后自己也很擅长在课外卷娃的家庭很适合。地图距离中国更近，航班的飞行路线更短，而且开出的二家条件可是全大马最低的。因为旅游资源丰富，临近景区的房屋被一些公司或者个人买下做民宿的不少，这个仅供参考，因为这一行非常消耗人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只有2-3套房子，忙断腿可能最后不赔不赚，只有具备规模了才有可能盈利。但东马的未来也是有可能迎来春天的，东马作为产石油的地区，原本应该比现在有钱得多，但常年被制度限制，80%以上石油收益都交给了西马政府，委委屈屈地生活了很多年。近些年来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在闹独立，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所以正常逻辑推算，后面沙捞越和沙巴的前景会很不错，至于有多不错就要看他们上层的坚定程度了。东马人的性格太温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欺负，生活还过得下去，就会懒得和你计较，但这种作风如果继续下去，很难从联邦为自己的民众争取到更多的好处。总结来说，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最好的当然是吉隆坡商圈，但条件也最高。如果综合性价比，奔着自己的核心目的去的话，投入最低的就是东马的沙捞越和沙巴，风格属于安逸型，机遇就是未来石油产地的崛起以及旅游的深度开发，风险就是怕上层手腕不够硬，日子得过且过。然后就是柔佛州的特区地带，教育资源成熟，生活便利，但部分区域的治安比不上东马2个州，飞车党之类的还是有的，只是我没见过，没办法，各有利弊。3个地方华人密集度都很高，中国人过去语言交流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国王是柔佛皇室的关系，特区的经济一定会比之前好，但森林城市会不会好是个未知数，天知道。以上是我作为外国人对大马一些地区的粗浅了解，如果有失偏颇，也欢迎当地网友在评论区帮我更正。还有网友来信问我，如果大马对标菲律宾如何？其实抛开政治单独说政策层面的吸引力，当然是菲律宾胜出，消费低，教育资源也好，政策优势明显，日后家庭发展各种可能性也更多，
但如今中国和菲律宾频频在海上因边界问题发生摩擦，后续是否矛盾升级，甚至发展成局部冲突都很难预料，但风险一定是存在的。这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最极端可能性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力，比如排华事件的概率。毕竟多年前的印尼也不是没发生过类似情形。从这点来说，大马民众温和的性格就是外国人安全的底线。我是叶峰，作为多年保留有效签证的老二家来说，为后来的同胞们做这两期节目真的只是单纯做好事儿。有人说我人在欧洲却做大马节目是蹭流量，其实你们没注意，我在大马三年也只做了几期关于大马的话题，而且是临走前两个月才开始做的。这和我真人不出镜的原因一样，不希望真实生活被无意中窥探到，或者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所以更多时候聊的话题会涉及全球，也会刻意躲避居住地。越是住哪儿越少说哪儿，谁都知道出境的 YouTuber 个人 IP 更明显，更有利于流量。但流量这件事儿不是第一重要的，我有更想守护的东西。这种事情是第二次说明了，以后不做更多解释。大家来 YouTube 的初衷不一样，目的不一样，各自有考量。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用，那我就有存在的价值。回头见。